啊，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好、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啊，在第303页哈、啊，这个五浊啊，除五浊啊，我们稍微再回头讲一下哈、啊，因为佛陀啊讲哈、啊、对舍利弗说啊，你应该要知道呢，我以佛眼观呢、啊，啊，佛陀以佛眼来观，是因为成佛了。那么在《金刚经》里头，是不是也有讲到说啊，佛陀是不是具有肉眼啊？具有天眼，具有慧眼，具有什么法眼啊，乃至到什么具有佛眼啊，所以它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层次的差别啊。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学佛来讲的话哈、啊，当然成佛，那么就具有佛眼，所以佛眼呢所看到的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什么完全平等的。啊、佛陀也讲嘛，佛等是众生如罗侯罗，有没有？他是透过平等的完成。那我们在超凡入圣之前呢，我们都是具有什么肉眼啊？那天人呢，具有什么天眼？天眼。好、啊，那之所以超凡入圣的当下，其实是开启了慧眼。哦、因为这慧眼看到了什么涅槃的境界，所谓的慧眼就是见到了涅槃的现象、哦、那么我们现在也等于是透过肉眼而要转到什么慧眼嘛，所以叫做就等于说是透过我们的第六意识要转为什么妙观察之、哦、这种妙观察来讲的话的这种妙观察的观，是不是就是身观因缘法的什么平等性？妙观察，我们平常的肉眼其实是都看什么？都看相，着相。哦，要转为这个，也就是叫做色相从性，把相呢？它要转到什么法性，因为这里的妙观察，何谓妙观察？其实是观察因缘法才叫做妙观察。这法性是不是也都是在讲因缘法、哦、所谓的色相从性，法相进入法性，也就是从我们的肉眼、哦、我们的肉眼着相嘛，我们的肉眼是不是着相？因为我们的肉眼只能看表象而已，我们没办法像透那个 X 光一样透视进去呢。但是我们的慧眼，这个因缘法是不是就是让我们透视啊？透视到更深细的部分，不然的话，我们一直着在什么表象，而且这个叫做什么果相嘛？那其实它是必然有什么有因有缘嘛所成的，是不是？所以要去能够观察到因缘法才叫做妙观察，这叫色相从性、哦、那这种也就是慧眼的开启、哦、其实慧眼的开启、哦、透过慧眼的开启之后呢，那么菩萨他是不是都用法眼呢、啊？何谓法眼、哦、其实也是看到所有的诸法实相跟性、哦、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出事入而无碍、哦、在看到法相的当下，其实见到了法性，从法性当中呢又看到了法相，所以菩萨、哦、的法眼他们是事出，因为慧眼让我们事出跳出世间的束缚嘛，法眼的话呢让我们事出事入而无碍。之后才到佛陀的尽虚空界的法眼、哦、完全平等，相跟性完全重叠在一起、哦、这个时候的法眼也等于说在法性法相当中呢，其实它是融然一体的、哦、
可以看得到法相，也可以看到什么法性。我们在这个之前是不是只看到法相而看不到法性啊？哎，啊，慧眼帮助我们看到了法性，看到了法性，然后呢，法眼就等于事出事入而无碍，啊，事出事入而无碍，啊，到了成佛的时候呢，法相跟法性呢是完全结合的，完全结合在一起，啊，因为我们说。法性呢充满了平等性，其实现象是不是完全平等相才对，但是我们在肉眼上是不是不平等的相啊？是不平等的相，是因为我们只看到表象，只是看到表象，所以呢佛陀说以佛眼来观，那么其实呢整个所有的一切的世界，整个宇宙来说的话，它是充满了平等相，是充满了平等相，但是呢回头看我们这些五浊恶世来说的话呢，那么见六道众生贫穷无福慧，这个是我们的什么众生浊，入生死险道相续不断，相续苦不断呢是我们的命浊，命浊，因为这个无常随时会来到，身浊于五欲如牦牛爱尾，以贪爱自闭，盲明无所见，这是属于什么烦恼浊，烦恼浊。那不求大士佛给予断苦法，深入诸邪见，以苦欲舍苦，这个是属于什么见浊，属于见浊的这部分，所以呢为是众生故而起大悲心啊，那么所以呢那整个说起来其实也都是所谓的什么劫浊，劫浊，所以透过这样子其实也等于说这五浊呢我们是在五浊恶世当中嘛，在整个的五浊恶世，所以也因为我们处在五浊恶世，所以佛陀为我们开权，因为我们在五浊恶世有这五浊这个困扰着我们要能够看得到诸法实相实在太困难要能够从这当中去厘清所谓的智慧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佛陀呢就用这个权巧方便的方式来不断的来诱导我们所以呢开权等于是开权显实嘛处在这个五浊当中，那么就要怎样施方便在第305页佛陀呢就施予我们种种的方便法所以佛陀说他佛我呢始作道场刚开始呢这个能够透过真理法则来看待所有一切等于是这个始作道场的意思那观述易经行啊尤其佛陀那么在这个2500年前示现在印度是以悉达多太子的身份那么化现在世间那么经过他的这种在宫廷里头享乐之后呢他其实透过观更透过这四城门的这个到处去那么看到人的生老病死最后呢他还是决定要出家嘛他决定出家所以呢他就这个欲成出家到苦行林去修行到苦行林去修行所以他这种这个修行呢也等于是他做始作道场坐在金刚座下坐上了菩提树下那么所以呢他也观述呢易经行所以他在金刚在菩提树下在金刚座上开始进行对真理法则的观察所以他其实也是透过正观因缘法 而开悟的而成佛的所以呢他观述易经行他也观察整个山河大地因为他在菩提树下嘛也在菩提树下经行所以呢他在三七日中思维如是事什么样的事呢其实就是因缘法其实他是透过因缘法深观因缘法而开悟成佛的所以
佛陀他所得的智慧呢，微妙最第一啊，啊，是最第一的这种无上的啊，无上的正片等正觉啊。所以呢，那么当他成佛之后呢，看待所有一切世间的事情，那就非常清楚明白。所以呢，就深深的体会到众生啊，诸根呢钝，我们的根性其实是很钝的。为什么很钝呢？因为我们着乐痴所盲啊，啊，因为我们贪着在快乐的安乐的事情。但是安乐是不是还是无常法？哎，苦其实也是无常法啊，但是呢，我们却着在这种快乐当中，愚痴里头啊，被愚痴所蒙蔽，做蒙蔽如斯等啊，如斯之等类啊，云何而可度啊？啊，因为我们就一直沉沦在这个五欲贪着当中嘛，啊，也是非常的盲目愚痴的，所以呢，几乎佛陀成佛之后呢，他觉得实在没办法度，啊，因为这个落差太大了，啊，因为我们一直沉沦在这些表象上嘛。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有诸梵王及诸天地士啊，啊，就等于天人众呢，啊，他们比较早能够知道佛陀已经成佛了，啊，悉达多太子已经成佛了，所以他们这些天人众里头有善根者啊，理解了佛陀成佛了，啊，虽然佛陀刚开始不想度啊，啊，那么是经过了诸梵王还有诸天的地士。还有护世的四天王及大自在天，并于诸天众眷属百千万呢，啊，是很多很多的这些天人众呢，恭敬合掌，啊，顶礼，那请我转法轮，啊，请佛陀还是得转法轮，因为佛陀本来是不讲的，啊，不转法轮的，啊，由于这些天人众啊来祈请，啊，请佛陀千万不要这个入灭去。啊，应该要为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来说法，所以佛陀就说：“我即自思维啊，若但赞佛圣，众生莫在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啊。那坠于三恶道呢？我宁不说法，即入于涅槃呐。啊，在当时候他也自己思维啊，如果只是赞这些佛圣来讲的话啊，那众生还是会沉没在这座苦海当中。”哦，那就没有办法去相信啊这样子的佛法。也就是说，如果一直不断的在赞佛圣啊，那赞佛圣是不是一直在赞果报啊？那如何到达这样的果报不清楚的话啊，只是一味的只有赞果报的话，那众生还是找不到出路啊，不知道如何的能够达于这样子嘛？啊，其实是不是有次第的啊？其实还是有次第哈，以凡夫众生来讲的话，如何能够到成佛，是不是也有它的次第？但是如果只是一直不断的在赞叹那个结果，而不告诉我们次第的话，那众生是不是还是在苦海当中啊？因为不知道怎么能够脱离苦海，怎么能够能够成佛嘛？啊，所以呢，众生也会怎样没在这种苦海当中啊？所以呢，就也无法。哦，完全的只有透过养性的方式来相信这个法，所以反而会怎样破法不信，啊，会觉得说佛归佛，我归我啊，我还是凡夫啊，这当中有太大的落差，我不知道如何的能够到达，啊，所以呢就会破法不信，一旦破法不信的缘故呢，就会堕到什么三恶道。啊，因为起心动念当中呢，会充满了烦恼，啊，所以呢，佛陀就说：“我宁不说法，即入于涅槃呢。”啊，我宁可呢还是不说法吧，啊，既然我已经能够哈，啊，证得这种自在解脱的这种大涅槃，那他个人哈，啊，已经不成任何的问题，他还是觉得啊，他可以即入涅槃，啊，但是呢，啊。但是佛陀毕竟还是佛陀了，因为佛陀不会那么样的自私，所以呢，佛陀就讲他寻念过去佛，他要去想想那过去佛成佛的话呢，他到底是怎么去度众，有没有度众，如何的度众，因为他才刚成佛 一时间呢，还不知道怎么样子来宣说佛法，如果只是在赞佛而已，那么众生还是无法到达嘛，所以呢他就去寻找
过去佛成佛之后到底怎么做啊？因为过去佛呢，他所行的方便力呢，我今所得到一应说三圣啊，啊，就是说，不是只有赞佛圣而已啊，怎么去？是不是就要告诉我们那个次第啊？那这个次第当中呢，就会有三圣法了，啊，会有所谓的什么声闻道、缘觉道跟什么菩萨道，这个是不是因啊？啊，下如是因，是不是就得如是果？成佛是果报哦，因在哪里啊？在声闻、缘觉、菩萨道上。哦，所以我今所得到啊，所得的这种，所谓的佛道，啊，能够成就佛果，那是不是一定有它的过程呢？啊，它的这个道路。所以呢，其实呢，就是要说三圣法。啊，所以做事思维时啊，啊，佛陀一旦做这样的思维的时候呢，十方佛皆现。啊，十方佛就出现了啊，用梵音来慰喻我，在安慰我说啊，善哉释迦文啊，啊，第一之导师啊，得是无上法，随诸一切佛而用方便力啊，啊，也就是说，所谓的成佛，虽然它至高无上的，但是你一定要用方便善巧变通的方式来诱导众生，如何能够踏上成佛之道，一直到成佛。这个过程次第是不是要讲清楚说明白啊，这样众生才能够有所依循有所学习嘛，哦，才不会觉得遥不可及啊，会觉得说诶，人人是不是都可以去做的，只要我们愿意发心，哦，愿意踏着佛陀的足迹，是不是都有机会都有可能的，哦，所以呢诸佛，哦，十方诸佛呢就在，哦，赞叹释迦牟尼佛说，哦，这真的是第一之导师啊，这个才堪称人天导师啊！啊，因为能够得到这样无上法，虽然它至高无上，很难去说明白，但是还是要设法去说明白。如何说明白呢？就要用什么权巧方便的方式啊！所以也要随诸一切佛，随过去的所有一切的佛啊。过去诸佛是不是还是用方便力啊？用善巧方便的方式。哦，那我等亦皆得啊，最妙第一法为诸众生类啊，分别说三圣。啊，刚开始那当然就是要去学习过去诸佛嘛，啊，过去诸佛也是如此的啊。那么能够去化导众生，因为不是只有自己去得啊，就是要去协助众生如何走上成佛之道嘛，要踏上什么样子的道路，其实都是很清楚。啊，那刚开始呢，难免会有大小圣的差别，是因为啊，不是佛法差别，而是众生的根性差别的，是不是？啊，众生数世劫以来的修行啊，他所形成的心量的大小是有差别的。那这种心量的大小也没办法一辈子间忽然间啊有很大的进展，所以也必须要去将就。比方小心小量的人，他也想要。啊，自求解脱也一样，透过佛法是可以自求解脱。心量大的话呢，那么也可以透过菩萨道而怎样，而圆满成佛嘛。啊，所以呢，啊，为刚开始呢，为诸众生就要去做一些分类，啊，哪些众生适合用什么样的法，啊，会有声闻法，有缘觉法，有什么，有菩萨法，啊。好，所以在第310页啊，少智乐小法，不自信作佛，是故以方便分别说诸果，有没有？如果智慧少一点啊，而愿意啊，让自己的这个心安在这个小法上，只是自求解脱啊，他也没有自信说自己能够做佛，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愿望说我一定要做佛，我一定要成佛，那么小心小量。佛陀是不是也用小心小量的方式来诱导他、哦，所以呢他是不自信做佛的，只自求解脱而已，他只要自己解脱他就已经满足了，哦，那你就用这个方法。所以呢佛陀也可以用方便法来分别说诸果，哦，有不同的果报，哦，是因为我们的根性的不同，就获得不同的果报嘛，可以自求解脱或者要能够圆满成佛啊，所以这里就讲到说，虽复说三圣，但未教菩萨。虽然是啊开了三圣法，但是呢，其实是为了怎样？
还是要行菩萨道才能够圆满成佛啊，才能够圆满成佛的啊。所以舍利佛当知啊，我闻圣师子呢身净微妙音啊，称南无诸佛。所以佛陀呢就告诉舍利佛说，你应该要知道哦啊，我所听闻到的这种哈、啊、比较圣贤的这种狮子之吼啊，也就是佛法啊，也就是佛陀，它是深的，而且是清净的，是微妙的声音啊。那么所称的呢是南无佛，是皈依佛陀的啊。也就是说，这种深妙的法，其实呢，究竟还是要以成佛才是最究竟微妙的啊。所以呢，复作如是念呢，我出浊恶世，如诸佛所说，我亦随顺行啊！啊，因为起了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就会很清楚明白。啊，虽然就近的是菩萨道，但是也不得不为一些人开方便道，对不对？开方便法就是为声闻缘觉啊，来开什么？开解脱之道嘛。啊，这样子呢，起码让众生有机会跳出五浊恶世。啊。那这些呢，其实也是过去佛所说的、哦、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现在佛如是说，其实未来佛也会这样说啊，都有他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佛陀就说，我亦随顺行啊，啊，我也是这么来做啊，会有他前面的权巧方便，但是呢，其实还是要引导到什么这个实法上面来。所以呢，思维世事已呢，即去波罗奈啊。啊、哦，他一旦思维清楚了之后呢，他就到波罗奈那个地方。那这个波罗奈呢，其实就是所谓的鹿野苑，啊、哦，就是到鹿野苑去了。因为在鹿野苑那里呢，初转法轮，对不对？开始度五比丘，啊、哦，这五比丘也就是他以悉达多太子的身份想要出家的时候，他父王啊、哦，赶紧派了五个随从给他，有没有？啊、哦。那派这五个随从呢，他其实刚开始是去那个苦行林苦修了六年啊，饿得皮包骨啊，瘦骨嶙峋，但是呢一般人会觉得哎，这样子比较有修行啊，所以呢这 五个侍者其实都一直跟着他啊，但是他日食一宿啊，就是他只是吃一麻一麦，反而这个饿到怎样晕倒过去了啊，最后呢，他还是透过羊乳，是不是才苏醒过来啊？啊，他还是喝了羊乳，然后体会到说，哎，苦恨并不是解脱之道，哎，哦、啊，在当时候印度外道里头都是盛传着说啊，把我们色身苦到极点之后，我们的精神就升华了，就可以解脱、啊，所以大部分都是用苦行的方式来进行的、啊。啊，那佛陀他啊，悉达多太子也确实哦，啊，去这个苦恨了六年。那么会发现说这个不是办法啊，其实并不是苦行能够怎样解脱的啊，反而呢应该还是要有点体力啊，借着食物是不是养这个色身呢 啊那才让我们有思维的能力嘛。如果我们饿得不得了，其实我们的思维能力会降低的啊，但是也不是饱得不得了，是不是还是会降低啊？最好是不饱不饿，中道之行；不苦不乐，中道之行，有没有？佛法是非常讲究，其实是不落两边啊，不要过饱，也不能过饿，对不对？不要过苦，也不能过乐啊，应该是不落两边的什么中道之行啊。所以当时候啊，这个又有人弹着琴弦经过他身边，有没有？啊，所以悉达多太子也体会到，这个琴弦不松不紧的时候，是不是弹出来的声音最悦耳？那才是最悦耳的、啊。太紧了会崩断，太松了声音不好听。啊，所以也是不松不紧，中道之行才是对的。啊，所以呢，他就到这个菩提树下啊，这个七七四十九天啊，正观缘起法而开悟解脱啊，而成道的啊。所以呢，他到了波罗奈呢，那么就是去告诉这五个侍者啊，诸法即灭相，不可以言宣呢、啊，啊，以方便利故呢，为五比丘说。说实在，所证得的那种涅槃极境的现象来说的话，其实是绝诸细论的，是言语道断的，有没有？啊，那种真理的现象的现前哈、啊，
是无法言说，啊，是无法言说。但是，为了要去表达，是不是还是不得不言说啊？所以言说语言文字本身是不是还是全巧变通的方法？还是要有的。啊，因为透过语言文字，才让我们从初分别啊，所谓的初分别是在现象上的执着的初分别，进入语言文字的细分别，才可能达到什么涅槃的根本无分别智。啊，根本无分别智的现前本身是言语道断的，是无法言说。但是佛陀呢，为了要度化众生，也不得不言说，所以他还是用方便力来为无比丘来说。啊，为无比丘来说，啊，所以这时候五位侍者他就是把它度化成什么无比丘，所以开始最在人间哈，在娑婆世界人间里面的三宝的出现，其实在鹿野苑开始，有佛宝，有法宝，宣说的法嘛，这个法是不是就是涅槃之法，啊，也就是正法，也就是因缘法，这是法宝，然后还要有什么僧宝。啊，僧宝呢，就是这五位侍者呢，那么经过佛陀的剃度而成为什么五比丘，开始有僧团的出现，有三宝化现在世间，啊，化现在世间哦，啊，所以呢，是名转法轮，便有涅槃因呐，啊，开始呢，这个就叫转法轮，初转法轮，所以我们说看到初转法轮的法印呢。啊，是佛陀坐在菩提树下呢，转法轮印哈，啊，会有转法轮的手印，啊，下面呢会有法轮，然后有两只鹿，然后下头还会有五比丘，这个就非常标准的初转法轮的像，啊，有时候下面不止五比丘，还会有供养人，啊，有时候还把孩子一起拉进来，可能会有七个人在下头，哎。哦，那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图像的部分了哈。那也就是说在鹿野苑这个地方呢，才开始有涅槃因，有没有涅槃，哦，所谓的涅槃呢，也就是真理法则而到什么证悟体证的这种现象，这是依据正法而能够怎样验证到的，哦，而能够验证的。那当然佛陀来讲的话，他的这种验证那是至高圆满的，啊，不是个人的，可以个人其实也是透过涅槃而怎样解脱，啊，可以有小的涅槃，小的解脱，但是到成佛他是尽虚空界的究竟大涅槃，啊，但是呢在鹿野苑算是开始有什么涅槃因，也就是有正法的出现，啊，有佛宝、法宝、僧宝三宝的出现在人间，啊，所以呢这个涅槃因也就是什么法宝，啊，即以阿罗汉法身差别名啊，啊，就是还是会有法啊，会有阿罗汉，也就是僧宝，对不对？啊，那法跟僧来讲的话，只是名相上的差别啊，啊，因为透过法，啊，透过僧，是不是才有机会把法再流传下去啊？啊，因为佛陀他以啊，应化身的方式示现在世间来讲的话，有他的生灭的问题，对吧？当佛陀涅槃以后，是不是就要透过僧团来怎样持续法的流传？啊，持续法的流传呢？啊，那这些呢，其实不是只有现在的佛释迦牟尼佛如是，从久远劫以来，也就是过去诸佛啊。啊，这久远劫来有没有？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漫长的时间以前，无始劫以来的意思。啊，暂世涅槃法，所有过去诸佛是不是都是在暂世涅槃法啊？啊，所以涅槃是非常重要的值。啊，不管是提供个人的解脱，乃至到成佛的那大涅槃，啊，圆满究竟的大涅槃，那个值是不是都一样的？只是量上的不同而已哦，啊，只是量上的不同。要到生死苦永尽，啊，我常如是说啊，啊，到生死苦能够永尽的话，那是成佛了，啊，那个人呢也可以生死苦的这个尽头，啊，也可以有点尽头的，那是个人的解脱。那总说是不是都是涅槃法？那这涅槃法是不是还是从因缘法来的？
从因缘法的什么平等性而来。啊，所以佛陀呢，他说我常如是说啊，不管怎么说，所说的法其实都离不开什么涅槃法，啊，离不开涅槃法，也就是离不开因缘法，这个才是法的什么最精髓的部分。但是也难免会讲到世间的很多的什么现象上的法，是不是还是会讲啊？因为那个还是属于权巧方便的法。因为毕竟我们活在世间里头，种种的现象我们也必须要去理解啊，啊，那个部分呢是权巧方便的法，真实法在哪里？在涅槃法上。所谓的真实法在涅槃法上，也在因缘法里头，啊，但是呢，毕竟我们还是在世间法，所以还是有很多权巧方便的什么现象上的法，还是会有啊。所以呢，开权而怎样显一时嘛。哦，所以在第316页，哦，佛陀就对舍利弗说，哦，你当知哦，我见佛子等呢，哦，看到佛弟子们，哦，都志求佛道者，哦，那么都要发很大的这种志向，哦，发很大的弘誓的 愿力、哦，志求佛道者，哦，因为要志求佛道呢，那就要得发愿累生累劫行菩萨道，哦，因为这是非常长久遥远的路途，哦，是无量万亿啊，这种愿意求佛道成佛的人，其实也非常非常之多啊。啊，那能够想要学佛乃至到成佛，这个都是非常大的心哦。所以先以恭敬心呢，啊，都以非常恭敬虔诚的心来到什么佛的地方啊，希望能够曾从诸佛来听闻方便所说的法。啊，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才能够踏上成佛之道啊，如何的能够学佛乃至到成佛啊，很重要的就是要能够踏上什么成佛之道。踏上成佛之道很像踏上高速公路一样啊，它是一条笔直的啊，是比较这个啊这种坦荡的这种大马路啊，那比较不是乡间小道。有时候乡间小道绕来绕去会迷失方向，有时候还回不到那个啊，这种坦然的大道上来。好，所以呢，如何从凡夫透过菩萨道到成佛，那这就是一个我们啊在生生世世的生命之流里面修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啊。好，那这些呢也都要从什么过去诸佛那边啊来方便所说的这些法。啊，尤其我们的现在佛啊，释迦牟尼佛，他也是要去参考哎，啊，他要去参考过去诸佛是怎样来度化众生嘛，啊，所以呢，佛陀说我即作是念啊，如来所以出，为什么如来要化现在世间？啊，是为说佛慧故，有没有？主要还是要传达佛陀的智慧，也就是法宝嘛。啊，佛陀是怎样成佛的？其实他还是透过什么涅槃啊，透过涅槃，然后涅槃的扩张啊，到尽虚空界而成佛。所以呢，都是为了要怎样要去表达佛陀的智慧。所以这个也是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智慧是不同于其他宗，不共其他宗教。其他的信愿是不是还是共的啊？所有宗教都要有信愿的心，有信仰的心才成为宗教啊！啊，所有的宗教是不是都在启发善念啊？啊，都是在启发爱心，启发善念，这个也都是共宗教的。唯有智慧是不共其他宗教啊！是佛陀教我们如何超越世间的束缚啊，乃至到至高圆满的成佛啊，这个是其他宗教所谈不到的。其他宗教都其实还在世间法里面，只不过从人到天而已啊，对不对？从人道到天道，这个在佛教来讲，这是不是还是不够的？啊，佛教并不是只希望我们从人道到天道而已，反而我们还要超越天道，是不是？啊，超越六道嘛，啊，要超越六道的世间束缚啊，啊。所以佛陀呢，他也做这样的思维啊，他说他就想啊，为什么啊他要成佛，以如来的身份出现在世间，主要就是要能够宣说佛慧嘛，啊，能够开佛之见，对不对？
是佛之之见，悟佛之见，而怎样入佛之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也透过啊，透过这个佛的之见，也就是佛的智慧，让我们有机会解脱涅槃，乃至也一样可以怎样成佛。啊，所以呢，佛的之见哈、啊，佛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见证是其实啊，啊。那么今当啊，就是正好是时候了啊，所以呢，舍利佛当知，你要知道哦，啊，会有钝根小智人呐、啊，啊，毕竟呢，众生的根基是不一样的，啊，属于钝根呢，就是小智人，立根是不是大智人呐、啊？嗯，总说大概分成两大类啊，叫做钝根的小智人，还有立根的什么大智人。一旦是钝根的小智人来讲的话呢，他就会着相。一旦着相，是不是就会骄慢呢、啊？啊，比方着我相，啊，那么就会以我为主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说声闻法它比较重相，菩萨道比较重性、重法性，透过性空一时相应就够了，啊，但是声闻法会比较从相的这个角度来切入，啊，那也因为着相呢，就会骄慢，啊，一旦骄慢就不能信施法。啊，没有办法信那个属于菩萨的大法，他只有自求解脱，只要解决我个人的问题就好了。啊，因为他还是以个人为主，所以他的那种骄慢的气息会产生出来。啊，那佛陀呢就说：“今我喜无畏啊！”啊，佛陀呢他非常欢喜的是他完全无所畏，有没有？唯有佛才能够无畏，菩萨是不是还有畏啊？只要有杂染就有胃，我们有没有胃啊？胃可多了，对不对？怕东怕西啊？为什么怕？因为我们着相就怕，哎，怕没面子，怕如何啊？怕死，怕这个，怕那个，怕无常。我们怕太多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们着相？因为我们杂染很严重啊！啊，要到无畏的话，那是多大的气魄啊！那但是这个也是术士修过来的。那菩萨道是不是就是在降低这个畏啊？啊，降低那种畏惧啊！为什么畏惧？着相才会畏惧，不着相就不会畏惧。啊，其实我们的烦恼是不是也因为着相啊？我们的畏惧也因为着相的缘故嘛。啊，所以呢，佛陀他可以完全无畏的。啊，那当然胜过于诸菩萨。啊，那在诸菩萨当中，其实也透过正直来舍方便呢。啊，但说无上道。啊，也就是说，佛陀呢，在这种菩萨道当中呢，其实就是啊，来圆满成佛的嘛。那过程当中就是要能够正直舍方便，啊，因为还是会有方便法，啊，那么要能够舍得下来，要知道何谓实相、实法，何谓全法，这是不是都要清楚啊？当我们知道有实法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舍全法。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有实法，所以我们就又抓住什么全法全巧变通的方法，对不对？就很像说，当太阳慧日一出，路灯是不是就不重要了、啊？路灯自然就会暗掉。现在都用感光的方式，对不对？哦，太阳一出来，那个路灯就可以熄掉了。但是在黑暗中，路灯是不是很重要啊？哦，路灯在黑暗中是我们光明的来源啊。啊，那当然我们在黑暗里头啊，有一个路灯，我们就很高兴哦，还好有路灯，所以这里很亮。啊，但是呢，我们如果知道说，哎，还有比路灯更亮的，就是慧日，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其实路灯又不重要了。哦，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学习的过程，自然能舍。太阳出来，我们的路灯是不是自然能舍啊？但是我们若一直还处在黑暗当中，我们就不敢舍路灯啊，是不是？我们若刚初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还是会抓着那个方便全巧的方式而不敢放？但是当我们知道说哦，还有更好的法的时候，我们这个方便全巧是不是自然就会放下？哦，一旦有慧日路灯，自然就会舍下嘛。啊，所以在诸菩萨道当中呢，正直舍方便。啊，一定要是正直的啊，因为我们的那个
有所谓当中是不是就会缠取啊，就会绕弯，绕来绕去，主要还是为了自己啊，如何来保护自己啊，如何的来爱护自己，所以就很难正直，走不正啊，那弯来弯去，绕了半天，有时候我们讲话也是绕来绕去，绕半天，讲来讲去，其实就是在为自己辩护，是不是？所以除非到成佛啊，那是完全根本，因为无所谓，他就可以正直舍方便，这样能理解吗？自然会舍方便啊，是清楚而明白的，但说无上道，直接就讲实法。开权显实的那个实法，那个实法也就是真理的现象，真理法则嘛，属于真理法则的部分呢、所以呢，菩萨闻是法呢，以往皆已除啊，菩萨听闻到这样子的法，听闻到实法，是不是就很多的以往，很多的这种疑惑，如同网一样交织起来，其实是束缚着我们的，这些以往能够把它拆除了。那么就能够成佛嘛，对不对？不断的去疑生信，去疑生信，是不是也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提升啊？乃至于千二百罗汉呢，悉亦当作佛。这千二百罗汉呢，听到有实法的部分啊，他就会知道说啊，原来我们所行的这个不过只是善巧方便的法。只是方便法而已啊，所以他愿意怎样回小向大的话，他是不是也自然能够成佛啊？他也是可以成佛的哦。所以第318页那么就诵法的什么稀有难得可贵就如同三世诸佛，因为我们前面是不是从这个三世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嘛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说法这一世啊来说的话，其实大同小异，必然有它的什么过程，所以我今亦如是啊说无分别法。有没有？为什么说无分别法？这无分别是不是就是平等法？不平等才有分别透过分别当中，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做分别一旦有分别，是表示它是不平等的法，有没有？我们说从现象上都在做粗分别嘛，对不对？在思想上我们在做什么细分别，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达于什么无分别。那么涅槃的当下是不是就是根本无分别智的现前呢？所以这里的说无分别法，其实就在讲涅槃法，是不是还是同于涅槃法啊？就是在讲涅槃法嘛。过去未来乃至现在的诸佛，其实他所宣说的是不是还是涅槃法？还是涅槃法直上一直都没有改变的那只是量上的什么差别所以这个涅槃是非常重要的，涅槃才叫做实法，其他的现象都是什么全法而已，都只是全法所以诸佛心出世啊，诸佛兴起而出化现在世间玄远直欲难呢、正是出于是呢，说是法复难呢、就说诸佛能够出现在这个世间来讲的话呢，是非常的玄远直欲难，也就是说，每一位佛的出现其实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出现一位佛呢，就像我们说，佛陀再下去的弥勒佛是不是要57亿年以后才出现啊？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在这个世界来说的话，当然其他的世界同时可能也会出现其他的佛，但是不是这个世界，这个光是这个世界来说的话，那个每一次要出现一个佛，那是非常的长久的时间，叫做玄远啊。是非常遥远的时间呢，是用亿来算的，57亿年呢。这么样长久的时间才又出现一位佛，所以我们说在同一个世界里头还要再植育第二个佛，是不是还非常长久的事啊？那这段如果没有遇到佛陀的这段时间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发愿生在其他世界有佛陀的世界，有佛法的世界。
那万一真的还没有办法生在有佛法的世界，起码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所储备的这些资粮啊。我们还是储备了一些善根福德因缘资粮、智慧资粮嘛。这些也还可以用啊。这个很像说，哎，这个，在饥荒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事先啊，事先要储一些稻谷起来啊，以防这种饥荒嘛，万一没有佛法在世的话，那起码我们还自己储备了一些资粮起来，所以呢，我们说诸佛心出世哈，能够佛陀的出世是非常的困难的哈，是非常的玄远，所以在执欲上面非常的困难，能够去碰得到，那真的也要宿世有修啊，也要有相当深厚的善根因缘呢。那么还得要怎样？不仅要碰到的困难，还要正好他出于世的时候还要说世法，那更困难。不仅要碰到有佛的出世，还要佛陀所说的那么是这个涅槃法，我们还要能够听得懂，能够听得进去，是不是更困难呢？这个是难上加难啊！所以无量无数劫呢，闻是法亦难呐。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所以能听是法者呢，斯人复亦难，亦复难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真的是难上加难的，难上加难。但是我们竟然都还有这样子的福报因缘、智慧资粮，能够听闻得到。这是何等的福报呢？这譬如什么幽昙花，好像那个昙花一现的花，那个花的开的时间非常的短暂，但是我们正好去碰上。这是不是非常困难呢？所以这一切呢，都是我们所爱乐的，都是要有相当善根福德因缘者才碰得到。那这个也是天人所稀有的呢，非常稀有难得，不止人间的稀有，连天这个天道的众生也是如此的稀有。所以时时难一出啊，久久才一次。所以呢，闻法欢喜赞呐，我们能够听闻到正法的话，那这是多么欢喜的一件事情，这个是非常可贵的哈。乃至发一言呢，则为以供养，乃至只是听到其中的一句话，是不是都非常困难呐？过去都还要断臂听法呢，对不对？求法还要断臂啊，还要这个在那边站个三天三夜哈，那个什么风雪当中求法。这个都是非常困难，甚至说我只要能够听到一句正法叫我死，我都愿意，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听闻多少的正法，这个是多么难得可贵啊！只是能够听到其中一句都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要真的非常的能够珍惜我们这辈子的福报因缘，因为我们这辈子的福报因缘也会加惠我们的什么无尽的未来世，所以光是其中的一句正法都可以拿来怎样做法的供养呢？所以呢，一切三世佛呢，世人甚稀有啊，过于幽昙华，在十方三世的所有一切之诸佛在所有的空间时间上面，能够直遇到佛是这么样的困难，直遇到法是不是更加的困难？还有我们的根基能够怎样相应相契，是不是更加的困难，更加的困难？这种困难真的是超过了幽昙华这种幽昙华呢，它是就是像昙花一现，非常非常的短暂，而我们正好能够怎样，能够碰得上，能够直遇得了，不仅直遇得了，我们还能够怎样受用得了所以我们说佛陀佛陀呢，他一定是透过什么应化身的方式，是不是才有机会住世啊？那为什么要住世？就是希望能够怎样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是不是入佛，让我们有机会入佛之见呢？才需要怎样一段时间的住世。当然，以菩萨来讲的话，那就不一定用这个方式，对不对？菩萨摩诃萨是不是随处祈求、随处现？他比较是属于在救苦救难的这种状况。那佛陀呢，其实就是在智慧上面的对我们的开启在智慧法身慧命的无限延长，那这是需要透过佛陀化现在这个世间纵然我们是凡夫众生，我们一样可以去有机会去怎样去受用的
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可贵的哈、啊。所以诵法稀有啊，实在是太难得可贵，希望能够珍惜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